好，这里呢有一副扑克牌，我们都知道扑克牌的共性就是每一张的背面都是一样的，而这副牌的正面呢，每一张的颜色、花色、数字都有，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接下来帮我一个忙，我在拨牌的时候，帮我任意的时候喊一声停。停。这里哈，好，把这张牌拿走，自己偷偷看一下，然后给我们的镜头也看一下。好，记完之后迅速的把这张牌放回来。接下来呢，要找到你这张牌，我不光把它找出来，而且要把它给画出来。因为不瞒你说，我以前呢是一个画家，伸出你的一只手，然后把牌呢先放到这边。我说了，我以前是一个画家，所以呢这边呢有一个我精心准备的一个画册，里面呢有很多的世界名画，我们展示一下。好，这个叫戴帽子的人，然后梵高的自画像，然后还有这个经典的名画叫做最后的晚餐，还有向日葵、睡莲、呐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世界名画。那接下来呢，帮我一个忙，在这个画册的中间任一个地方，你把它打开一页，然后迅速的记住你偷偷看到的那一张画。好，迅速。好，记好了吗？记好了。OK， 好，记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需要一支笔来把你刚刚所想的牌和所选的画把它给画出来。所以接下来需要一支笔，那这支笔呢比较特别，这叫魔术师的牌笔。好，大概就像这个样子。好，包拿把这个画框拿起来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现在先告诉我你刚刚选的那幅画是蒙娜丽莎。蒙娜丽莎，各位一起看。那你刚刚选的那张牌是方片石。方片石，各位仔细看，蒙娜丽莎手中拿的这张牌就是方片石，蒙娜丽莎。谢谢。